后也是第一次训练这个玩滑板，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让他去用一只脚来扶着滑板，用三只脚来下来去推这个是难度很大的。我必须把他研究透了，如果他研究不透的话，又不懂得滑板的原理拐弯，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皮皮去做出那个动作去拐弯。